黄老师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介绍一道热的精力汤。这道精力汤是由我们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他所发明的。那他准备的这些材料啊，希望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透过这些浓缩的蔬菜水果的精华来达到来 clean 来清除我们身体的毒素。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葛森疗法里面，他把所有的很多退化性疾病的患者，把这一道食谱把它列为他的所谓的必要的餐点里面啊，尤其是它的风味，因为我们在很多无盐的饮食之下，我们的风味要需要透过这些天然的蔬菜水果啊，甚至一些辛香料来提味，来增加我们的食欲，甚至他们在研究发现可以清除我们的肾脏的一些毒素啊，除了高纤让我们的肠子清干净以外，它的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植化素也可以清肝清肾。所以今天老师准备了这几个很简单的食材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准备大概4到5颗的马铃薯。那我们当然在这个食谱里面，我们希望达到阻毒排毒的功能，我们希望大家都是选择有机无毒的这些食材。那可以连着这个马铃薯皮啊，因为全食物的概念里面皮有很多的营养，所以我们准备了4到5颗的这个马铃薯。那再来大概5到6颗的这个红透的番茄，我们这也是连皮把它洗干净切成大块。那再来2大颗的洋葱啊，也是洗净之后切大块。那再来准备这个是大蒜啊，大概2只啊。如果我们在季节上买不到这个，那我们就再多2颗的洋葱啊。那再来最后我们再准备3到4个这个啊西洋芹。那在正统的做法，它是用西洋芹的根啊，就是 celery root， 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国家会买不到，那我们就用这个西洋芹，大概3到4根就可以了。那最后再准备蒜头啊，也是大概3到5颗。那这样的食材我们就可以把它很简单的把它全部切碎，准备一个大的锅子。好，我们把这些食材全部切碎之后把它丢进去。其实都可以切大块，因为我们这次熬汤之后要把它 打碎的，所以不需要讲究刀工，我们就把它切好全部丢进去就可以了。好，这个是大蒜，那最后是这个西洋芹。蒜头，我们可以留下一颗，等一下我们最后用生的磨成泥放在上面。那再一小把的这个巴西利，就是所谓的荷兰芹，好，这也是我们把它随手捏碎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整个把它加水，大概是3到4公升，把它腌，把所有的食材把它平铺腌过食材，这样就可以把锅盖盖起来。我们就把电源打开，或者是火源打开，让它煮大火滚了之后，把它开中小火，持续再熬大概1到2个钟头，我们再来用调理机把它打碎之后就可以享用。好，经过1到2个小时，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希伯克拉底汤的这些食材都熬煮到已经都很软烂了。那我们就准备我们的全食物的调理机，我们把这些熬好的食材就把它直接加到调理机里面，连这些汤汁跟煮好的食材我们都把它放进去。那因为我们的全食物调理机这个是耐热的齁，那如果你是用家里是用葛森疗法的这个榨汁机，其实你也可以用榨汁机把它整个榨碎榨细。那如果你这个不是耐热的食材的话的机具，那你就要把它放凉，我们再来打。
好，那最后我们在打的之前，我们再加大概两到三颗新鲜的蒜头。哦，它除了增加它的风味以外，还会释放更多的大蒜素，可以帮助我们的解毒功能。好，我们也是大概30秒左右就可以把它打成一个非常浓稠的这个西伯克拉底汤。那平常我们一次把它打完这么多，我们可以马上享用以外，我们剩下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放冷却，以后可以把它放在冷冻或者是冷藏，我们再适度的拿出来加热，可以再次的食用。所以这一道就是老师在推荐的，我最后我们吃之前就可以把它加一点这个巴西利叶在上面，可能会更美观一点，更风味更浓厚。所以这道就是老师跟大家推荐的热的精力汤，就是西伯克拉底汤，这样就完成了。